Hello 各位，我翻到嚟 Pokemon 白金百变怪版。依家咧上集讲到咧打呢个道馆，但系挑战唔成功啊，因为道馆前面咧有个劲敌，个劲敌太劲啦，所以我决定咧行咗呢边嘅草原道先啊，一二号道路啊，同呢班友打交先，应该有得打嘅呢度，有啦，即刻。喺训练师可唔可以跟得上我？哇，暴形草啊，扎根，偷袭啦！啊，好啦。其实依家就要谂办法咧，谂对策去对付嗰个嘅呢度唔使换啦，应该呢度我边佢啦。哇，搞错啊 ！OK， 系都要逼我用电光丝喎，咬啊！哇，我争啲输，黐线嘅真系。好，依家要谂办法去打赢嗰个劲敌啦，因为劲敌太劲啦，实在。个劲敌劲就劲在咧，佢嗰只冇黑，佢嗰只冇黑鸟啊，好鬼劲嗰只，佢一夜猛撞我百变怪，差唔多死咁滞，同埋我速度唔够佢快咧，变相我一嚟就要俾佢打一下先至变身，咁样百变怪因为跟百变怪嘅防御咧比较低嘅，所以俾佢打一下都劲痛，有啲麻烦啊。其实如果有啲道具嘅话，可能好过呢度做咩啊？被沼泽困住，我唔好理佢。哇顶啊！俾人困住咗，好，无壳海牛 ，PP 量回复其实冇我想象中咁有用啦，因为佢唔系回变身咗系重嘅 PP， 而系回百变怪变身嘅 PP。佢啲精灵一落雨嘅时候会变强啊，例如边啲咧？鲤鱼王速度增加会，哇啲咩技啊大佬，国击啦系，极泰圈。极泰圈咧，曾经系我几中意用嘅技能啦，觉得几劲嘅，但系后来就发现其实冇乜特别劲嘅地方。垂死挣扎，死啦啩，五血做唔死，用垂死挣扎，呢个使唔使回血咧？我打两个又要回一回血咯，真系。俾个颜色碎片教你技能，中意嘅蓝色碎片。OK， 好啦，得翻五滴血，仲咁多钓鱼佬。啊系、哦，我有冇钱喺身上啊？4000多蚊、哦，咁唔可以俾啦，唔可以蚀俾佢。啊顶啦！好啦，我哋依家就先，哎顶，唔想落咗去。哎顶，好，我哋先去买咗呢一个嘅药先啦。如果唔买药嘅话，我惊我好危机。买啲好伤药啦，啊，全部买晒啦。唔使烦，一次过买晒好伤药，反正都要用噶啦。我谂，即系可能打两个训练家，跟住又要用一次药。同埋咧，其实最适合用百变怪嘅道具咧，系专爱嘅系列啦，专爱嘅系列。但系主线剧情当中啦，我称之为即系依家打紧嘅冒险，就应该唔会有呢个专爱围巾啊，或者专爱头巾会出现。俾你睇下咧，我最得意嘅精灵月衣背喎，掉沙追击，哇废到啲技，哇赢到都成问题呢场，咁嘅技能真系好，咁我唯有用垂死挣扎打佢啦呢度，佢又打唔死我，我又打唔死佢，你望我，你眼望我眼 ，OK， 哇其实唔系，佢而家仲系数得多，欸我打得痛佢，但系，哇，食药先，唔食药搞唔掂，撞爆你！哇，仲要撞多下，哇，痛到呕喎！太阳衣背，我回一回佢先。其实打呢只都要回血啦，已经几快手，你话？好啦，哇顶！哇！黐线，连续两次打自己，冇办法啦。咁低机率嘅情况下都打自己两次，系非常之黑仔先做到嘅呢度。呢度系咩地方啊？我呢度都系沼泽嚟嘅。呢度沼泽有咩用啊？打怪啊？唔知啊。好啦，唔理啦，我哋继续行。点解连主线都搞唔掂而家？连打啲训练家都搞唔掂啊！唔好讲下啲劲敌 ，OK？ 呢度冇得行过去嘅。我哋上啊，唔系、哦，就系呢条顶住咗。
掉沙嚟玩，哎顶咁错仔，好，帮手追击电光石火，帮手先啦，逐招技清，希望电光石火痛啲啦。其实应该一开始电光石火，因为佢一开始冇掉沙嘅情况下，就系冇 PP 啦。啊，依家已经打唔中啦，嗰啲技能。我觉得我真系冇乜可能赢到喎，呢个绝地反击劲痛喎，打人。好啦，要死啦！我觉得我呢度有排卡喎，升到唔知几多 level 先打赢。唉，算啦，我哋但诶呢个狩猎公园啊，有冇啲咩送啊？送啲劲嘅道具得唔得啊？例如系啲咩发变怪或者系咩丝绸围巾都好啊。OK， 睇嚟睇个款系冇道具送嘅啦。诶，白色绒毛团系咩噶？我呢啲唔关事嘅，呢啲系饰品盒入面嘅嘢啊。OK， 呢度咧，同头巾相衬啊，同我都唔讲大话，既不好也不坏喎。喂，食多啲松饼先加能力。OK， 哇，真系～好啦，我哋再试下啦，呢度问下呢度有冇啲咩嘢攞先，再睇个款有冇嘢攞啦。呢度呢度一开始就系冇黑鹰，佢最麻烦就系咧呢招突击太劲啦。咁我一系加下防御先咯，呢个系加防啊，全能力不过下个咁冇乜特别啦，加速咯，突击有得突击下先，用药取胜我哋金铺。轻松啦，用药取胜，跟住再加密攻，哇，系好危险，我 feel 到劲危险。喂，燕凡，正蠢材啦，你赢得过药王，但我唔记得咗佢有啲咩技，咩精灵啊，冇办法，直接打佢啦，呢度先直接打佢，小火马，咁啊一下突击应该都死嘅，系啦。差未浮应该是用水流噴射的，咁唔紧要啊，我哋照用突击撞死，喂，搞掂，赢啦！哇顶，点解呢度打唔死佢啊？唉，我咪 save 咗啊，头先好似冇 save 喎，唉，算啦，唔紧要啦，头先嗰度啲训练家之后再打啦，唯有。呢度有千几蚊，我哋先买咗好伤药先啦。隔篱嗰嚿水应该有嘢攞嘅，我 feel 到冇，居然错咗我嘅直觉，唔紧要啊，小问题。但系得三樽药啫，够唔够咧？唔知道，试下啦。好，要试咗先知赢唔赢到嘅呢个。咁样嘅话，我就知道我要用嘅系一个。喂，佢打唔中啊？好喎、啊，咁我又机率又大咗啦。要食两支密攻增强，一支速度增加，咁就赢啦。OK， 佢又用咗傻技啦，速度增加。哇，你个打靶仔，唉。OK， 为咗唔好俾佢吹飞，我直接掉走埋啫。大牙你，黐筋真系，名副其实一隻打爆你，同你讲。OK， 但系一开始要先制咗先啦。如果先制唔到嘅话，我就玩完噶啦。首先一开头要先制佢变身成冇黑鹰先。如果唔系，我会打唔赢啊。嚟啊！嗱，譬如咁样，一开始打得翻三滴血，我已经输咗一半，系输咗九成啊，输咗九成嘅机率。诶，咁样都 OK， 因为扣得唔系好多啫。我哋呢一度都照可以使用速度增加先。跟住再食药，等佢用燕饭嘅时候咧，呢度40秒唔系好稳定啦。我哋睇下佢一阵打唔打超过40，就知道我哋会唔会死啦呢度。啊，嗱过晒爆击啊，也是啊，好劲好彩喎，真系，就算我回咗都要死啊！头先嗰下，即系公平咪大佬。OK， 咁样 OK 嘅，冇问题，顶得顺啊！呢度加速度。好啦，佢又用突击啦，我哋照食药啦。
炼化呢、這个43可以顶到一下嘅，我哋用物攻增强，哇六滴血，再用回血，应该食多两次就差唔多啦。哇，用炼化啦 ，OK 42跟住再加物攻。咦唔系、哦，咁一阵间嗰只乜鬼嘢啊？嗰只叫做差美浮，应该会用咩技？唔紧要啊，我哋先睇情况，呢度用炼化。哇！呢只炎化杀死啦！哇顶！点解争一滴血啊？唉！黐线，我食咗两次药噶咯，两次增加剂，咁都要死？唉！真系攞命！有冇啲道具可以增加技能噶？有冇飞行增加飞行技能？啊，斗幽灵超能力冇喎。蜂蜜，咁真系有啲难搞喎，咁样已经用尽晒所有我可以用到嘅资源去打嘅呢场仗，我咪攻两次都唔得，咁睇嚟应该系乱数问题啦，系啦 ，OK 唔紧要，我哋召嚟多波啊，或者嚟啊特技打多三小拳啊，召你三五，好，我呢度倒去用。这个叫什么什么词的话忘记了。没有中突击。那些叫做厌烦、哦、这个回血。没有中突击好。一下物攻一下速度再吃多下物攻就可以反击了。血量不错啊。这里用厌烦都死了。全部用厌烦杀。虫能龟杀。这只应该杀得到啊如果不。杀到啦是啦。因为头先嗰个血量一睇就知系乱数问题，咁我哋赢啦，各位，拜拜。稍微变强咗少少，俾你咧稍微下一跳，结果都系唔小心输咗。系啦，啱啱拜呢个马克西维斯啊，我都想要一只咧属于自己嘅训练家之歌。算吧，你想赢我 ？OK， 喺呢个弱智训练家面前想赢我啊嘛？竟敢够胆挑战我？呢个咩道馆啊？水道馆。哇！水道馆有排打啦，各位，打到下世。OK， 呢个应该可打可唔打嘛？但系其实我冇药嘅情况下，应该系要打嘅，应该系唔打。3000蚊，我哋即刻翻去买药先啦，各位。我几时都话买药系最重要的。顶、哦，我已经唔想再翻去再打嗰个该死嘅劲敌。全数买中级药 ，OK， 好伤药啊！打完呢场道馆之后，我哋就要翻去之前个百货公司买攻击嘅增强同埋防御增强，好有用啊！呢啲嘢发觉真系冇咗佢哋，我呢唔使玩噶咯。咦？呢度点行？呢、這个应该喺呢度过去。咦？唔系呢度咩？我呢度过去 ，OK。走遍世界各地咧，锻炼精灵，我选择嘅呢个精灵道馆呢度好劲啊！哇，大镬啦呢只！哇，死得啦呢只又，哎 ，OK， 喂，唔好打自己，哇，落地落地落地落，好嘢，再落，靓波啊！喂，佢又落地，靓波，大聚欧。死仔包啊！哇，保护麻魔女嘅用，好大镬啦！冇冇技咯，唔得啊！呢只一定要拎翻我啲，拎翻我第二只替身出嚟，替身攻击。如果唔系咧，打唔赢。替身攻击，好。佢一换重嗰下咧，我要跟住佢换重。如果唔换嘅话咧，我会玩完。咦？点解傻咗添？行错路。咁啊，尽可能都唔好打啦。有啲关。OK。点解石火？随之波动。哇！攞落地先，真系争啲乸嘢，各位。搞掂，就即刻换人，用叫声报复啊！
咁我呢度都报复啦，保护。你又玩保护啊？保护。哇！呢场呢场应该打唔赢 ，feel 到咁嘅技能点打啊？废成咁，佢仲要咁多保护咧。一系我就消耗晒佢啲保护嘅 PP 之后，再用技能打佢。唯一系咁嘅啫。我都用保护先，一齐用保护，差唔多啦，系嘛？落得落地先。哇！佢仲有好多技哦。哎哎，唯有试多次打赢命到啦呢度。哇！你打佢劲多劲多下回血，呢场又要用物攻咩？嗯，咪啊！今场我已经摸清佢底细啦，而家咧就要用呢个方法去打赢佢，先消耗佢 PVP 保护先啊，或者系咯。消耗咗佢个保护先，呢、這个如果可以唔使打就好啦，真系。佢一定会望过嚟，呢头真系麻烦。好，随机波动，靓波啊！随机波动，搞掂，即刻瞬间搞掂啦。呢一只系有回血嘅，咁我哋可以照用呢只啦，应该回血。再白帽啊，报复回血。我是快过佢嘛，应该我应该是快过佢嘅话，系咪咧？唔知喎，系咯，我快过佢啦，冇晒回血啦。咁呢度用水之波动令到佢晕先，系唔得噶，点光石火。OK， 呢一度换呢只，再变身，再回血。喂，晕冇啊，回血。回啦喂，顶你真系，唉，真系攞命，唔知讲咩好，跟住行呢度，一波被平，一波又嚟啦，呢、這个就系踩翻去，所以我哋一定要踩蓝色嘅掣啊，系啦 ，OK， 系一定要踩蓝色呢、這个。呢度用水之波动打都几痛，哇超痛！喂、欸，晕啊，好波啊！哇，点解会爆击啊，大佬啊！好啦，我哋今集嚟呢条线啊，非常之难打呢一个道馆嘅其中一个垃圾大嘴欧，完全打唔入，太麻烦啦呢只嘢。冇错啦，我哋下集再打下点样打法啦呢、這个。咁啊，鍾意嘅记得撳我 like 啦，未订阅嘅记得撳我订阅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